有一点不一样，它后面有英文字的。偷看？没有啦，它因为我要看有些要拿，我以为哪些要拿出来。先点先拿一点吧。Nauticus， 那你也要玩嘛？当然啦，人都来了就不要跑了。帮忙玩呐，帮忙玩。等一下记得那个影片频道帮我按个订阅。哦。有了有了，这回去就是打兔子那个什么捉兔子。啊，大家看一下上面有数字，有到啊，不行，我们不能看有多到多少，这样会猜。没差吧？你刚刚就是作弊，他就是那个不能够先看数字，所以不能先看有多少这样。可我拿的是一球一球。对啊，这样就会知道啦。不过没有关系。藏起来，藏起来。对。还有什么注意事项要看的？除了这个难易度有差别以外，没有。我这样，我非常的期待三颗星怎么一个小时过，你知道吗？三颗星如果刚刚那种程度三颗星的话，我们可能好认真啊！我刚才太搞笑了，砍拖啊！我相信妈，等一下，然后我来记干，你就不要念错。一直记录者啊！对，你讲的都对。大章鱼，这是船的那个里面的一个。所以不是克苏鲁。OK， 好，它是叫克苏鲁，它是克苏鲁头，它的是叫做 The Nauticus Traps， 就是那个深海危机或者是深海的那个陷阱。那他在讲说我们呢，就是开着车子在林肯岛这样子旅游，结果没想到我们被海怪攻击了，然后我们就开始为了躲避海怪的攻击，我们跑到了一个洞。一个洞里面，然后那个洞是原来是那个 submarine tunnel， 原来是以前在停那个潜水艇的。那我们就跳到潜水艇里面，为了躲海怪。那结果因为那海怪的触爪就是触须这样子伸进来，这样子要攻击我们，我们躲藏它，结果就躲到那个唯一的建筑物，就是 submarine 那个潜水艇。然后结果我们就开始开潜水艇，结果没想到才开出去没多久，就发现我们的。它的燃料呢，消耗的非常快，异常快速，然后几乎到没有的状态，然后我们就被锁在里面，那我们要想办法逃出去。哦，被潜水艇抓。对，然后所以这就是我们目前为了躲海怪，对，然后潜水艇，然后还在路上，对，为了躲海怪，对，然后潜水艇，你又不用，反正你不用太管前面我们为什么会在潜水艇，反正就是我现在卡在潜水艇里面。好，然后因为再加上它燃料没了，我们可能会失去。又也可能会沉在里面，然后或者也是氧气要没或什么的，反正他就是说燃料要没了。好，然后就是现在在潜水艇里面就知道。SEA， 都不要在哪哪，他都会乱按。哎，干，只有15分钟哎，怎么回事？没有，他可能会将会加吧。哦，应该会。SEA， 一一 A A 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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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哦，它组起来，我们要看。哇，它是一个选图箱哇，全景图。全景。SEA。Don't waste your time。不要浪费时间。61而已。61。No。哦，61在这。61。我看看这边有什么。哦。欸，是英文。You have， 你没有足够的空气 to be wish you time with the fish。Press the 什么 button once， 按一次。然后呢？嗯？现在要看这个。他叫你没有空去看鱼啦。干，他现在看鱼。看。你看什么鱼啊？看。这里有数字，他说六一，靠背，你等下看，你等下看回放，不是，这里有数字啦，二啦，八，八啦，八，二啦，这是什么？二八，叫你不要看鱼啊，二跟八，没有，这边还有一个二哎，你先找，你现在不是找五，哎，那是二，228，还有什么？228什么意思？看他还有声音耶！我这边有22，他有音，他有音效哎。我这边有22啦，228，有82，这里没有。啊，这边有四嘛？啊，1234有四嘛？加起来？不是，他不是写加？哦，四个数字加起来吧，2+2+8是，这边是还有个四，2284，16，是吧？16，二二八，在这要开吗？开啊，开。然后哦，这是一个锁了，然后把 O S E A 啦， O S 需要四个密码，
OS 一就这四张啊 ，OS 一没有，这是起始的 O 啊 ，OS 一丢掉啊，这个那个是刚错的啦，不要看鱼了啦，这可以丢了嘛？三七可以看的吧？转它，没有三七，乱看，三七，看，哦 ，How survive in the 大小 of the ship when something 看一下这个 speaks in STEM 西班牙，他说，你如果要在这个，要四个数字把它打开。你如果要在这边生存，在这个船上生存的话，你要讲西班牙话。啊？他应该是那个潜水艇的逃生艇之类的。A Russian is well under the sea. Oh, you need a folding local to unlock it. 所以只有这一张卡而已。对。然后没有其他的。所以要说西班牙话，怎么可能？什么字啊？怎么可能说西班牙话？一，这看起来是一哈。一什么？他的字有被挡到了，字有被挡到。对，你看他这里有挡掉。所以我们要在上面找出四个数字哦。对，但是超难的啊。所以挡掉的那些字加起来就是我们的答案。等一下 ，How to 吧 ？To 是二吗 ？Someone 是一吗？哦。为什么是兔？对对对 ，How to 啊 ？How to survive？ How to survive in the 这是什么字啊 ？In the 什么 of the ship？ 什么 of the ship？ When someone in 所以这个不是 P 的哦 ，Speak in six。不是 seven S 有什么 ？One two three four five six seven eight nine ten six seven 57 67啊 ？How to survive in the 怎么样 ？Which someone 为什么是 someone 啊？三万吗？哦，我没有英文字母啊，我没有英文字母。它可能是英文字母加数字，所以这个是二，这个可能是一。S B A N 的话，我们有可能要找 P。P 吗？有可能没有，都没有。我没有 P， 你看有没有 P？ P 有在这啊。要开 M P 吗？You must search the cavern of Luca for minutes. One of them is the fish.它是四个数字啊，开锁一定都四个数字。You must search the cave and look for the phone number. Search the cave. 这个吗 ？One of them is on the fish. Of right. 是这个吗？还是按到？这个谁按 ？Hunter 按。没人按呢、啊。我刚刚不是有吗？必须。那他应该是说，刚鱼上有一只四，有一个四号的那个吧？看你们前面就卡了哦，对啦，应该是说那个鱼旁边、那是刚刚那个啦，不是这个。所以现在扣的，没有办法拍照看。好酷！要不要开 P 看？看，所以要看提示的吗？要看提示的吗？我觉得可以看。哎，拍一下照。那你要颠倒？那你要不要按提示啊？大家猜下去有没有办法？看太亮了，看不到、啊。要吗？按啊！几号？是37。37。The message words on the press are the key to. How to survive？ 哦、oh, ，How 对啊 ，How to survive。Do you want to 额外的？
可是这不行啊，这加的都扣分啊。他前面是讲什么？对啊，没有，就是 survive 2EP 嘛，那个不知道是什么东西。How to survive in the summer of the ship? In the flow. In the flow. In the fall. In the water. For 241P. P. 等一下我看一下他 lock 有没有 P？ 没有，他 lock 只有数字。他 lock 24应该是对啊，叫24 F 吧 ，flow 还是什么？反正感觉是 F。241 someone speaks in Spain 24 16 24 17 7 24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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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啊，不是六就是七。对，等一下，不要乱试了。没有了，没机会试了。没机会试，因为他死了，是不是？好，祝 survive in the。哎、欸，我们就直接死掉哎、欸！这第一关就没扣了，就是你看鱼又多了少了三分钟，鱼是他看的，是我看的。啊，赶快解 ！How to survive in the？ 那个图图。How to survive in the？ 可是图不是很那个、啊。对啊，应该是二四一，没错。二四一，最后一个。How to survive in the fall of the ship？我现在没有办法打开这张 P， 对不对？不能，不能跑。The bigger in seven six 十 C Spain 四 C Spain Spain seven seven now to survive eight。为什么3万不是这个音 ？Spanish 不是，可是也是 Spanish 啊 ，speaks in。为什么是 Spain？ 应该不是，应该不是 Spain。Speaks in。还有什么语言是什么？剩40秒。哦 ，slain 就是 slain 是那个是 slain 是指说俚语。可是 L 也没有数字啊，拼得出来 slain。还剩25秒，好，怎么时间？不用急呀、啊，破不了就破不了、啊。你要至少可以试最后一踹啊。他往上加了，对吧、啊？就往上加就好了、啊。你要怎么？没有，既然到往上加，不最后一次。最后一次啊，反正就是往上加。好，你加啊，你看又是他按的。OK， 过了。为什么？你按多少？你按多少？二四一六。六。二四一。对啊 ，six 啊。对啊，不是七就是六啊。To complete, 就说赶快。去 but time out、okay。他说拿 M 啦，拿 M 啦。M。M 哦。M 啦。好，把这两张丢掉了。不要乱看啊，看清楚啊。还有那种陷阱题的，太过 OP 了，这根本过分。现在还在往上加、哦。对啊，现在我们已经15分钟过了。啊？那如果有二十五，所以其实到这边之前都要就是已经要解掉了啦。哦，他就给我15分解全部。那我们现在都还在水里，就是淹死，淹死三十啊，淹死很久了。三十不开，开，跟什么 ？T T 在这要开吗？开。13958要不要开？13958 You not a dream, you are in a neutral world。 哦，13958开吧。都没有。95都开吗？啊，81。95是门感觉。81。81好像是一个氧气筒。开。81要开。好，来接那个。这应该是。The rear lock is locked by a clever gear system。这不用想嘛，先开吧。开，因为这个是43，这是 air lock 啊， air lock， 那就用这个开吧，它的氧气啊，43在这，好，打开了，他们是氧气，丢13而已，丢13而已，丢13而已，6529 7919 65
6 5 2 9 7 9 19 79，还有一个全开吗？29也开啊，还差一个什么？还有19，19在这，绿色machine要开了，怎么开？没有，这里啊，他会跟你讲啊。One of the very first to enter the machine number in the app。有那问那个问题。等等，所以。啊，没有了。还有四个声音，代表四个号码。噔噔噔！靠，真的是真爱，这真是。Oxygen to use it to enter code 一。对，那是干嘛的？哦。它要灌氧气呀、啊！哦，所以我们先灌氧气吗？对啦，一 code 一。You get a few， 你那额外的时间的啦，这氧气啦。对啊。You find the 什么什么take the car、欸。哦，又有时间了。Take the car 多少啊？没有，刚才就是 M 吗？有啊，下面有 take the car 啊。没有，刚刚那个卡不见了啊。他刚刚只有一行字啊。没有，他刚才那是什么 M 的吧？没有 M 啊 ，M 是过了 ，M 在这里啊。我刚才看是那边它有一个什么小小的 M。看你按太快了啦。没有啊，我刚才没看，有吗？所以要丢掉啊，来 discard 哪一张？他有叫你丢这张吗？丢这张吗？哦、没有，这个用完之后就丢了、啊。哦，好，灌氧气了。我们有氧气了。好，问题来了，两个锁，一个机器，所以。成本那么大，这是什么？温度计。You find this message. The access to the navigation room is locked. 那上面有 message。这里有数字。我看一下。黄色都是要解的，然后你那一张什么颜色？啊，你那黄色，你就绿色，绿色是要先找到才有办法解，所以提示都在上面。绿色要有东西先找到才有办法解。对，那东西找到就是这一个啊。可是一般要看出来，要有一个东西可以看出是要按哪一个。没有，它是声音啊。不是，我觉得是这样子，19对不对？然后我们可以哦打电报吗？不对，你听哦。所以问题是在按哪一个？刚好四个音。对啊，就是上中下。某四个按钮。啊，这个是什么 ？RC compress on the， 这是深度计是不是？3000。我以为按出来会有不同声音。对啊，我感觉是。他不是这样吗？他不是这样、喔。为什么是这样？我觉得是、欸，因为他有高低音是吗？ Oh. 然后比较高。然后回来哦，我不试试看99。哎呦，凤羽，你可以去那个代班了，你去柜台做，对，去柜台做，你去，你不要再那个了。哦，我们又那这个可以丢了，是不是？没有，刚刚那张丢了。对啊，有。所以现在有什么什么？哦 ，XZ， XZ 跟这有关。对。看看反的，我都好难看。没有，那你可以这样看就好。然后呢？叉 Z 在哪看到？又掉下来。哦。叉 Z。这密码要解，还有这个。那我看一下密码。我看一下这个。Okay. 哦 ，Airlock is Airlock。这个要干嘛？不知道。Is locked by clear system。Navigation， 所以我们要过去那个控制房。哦，我知道这要解什么了，我想起来了，红色要放到上面去，红色要放到上面去，然后这边有指针，有没有？四个指针。哦，所以要转两下。转两下以后会发生什么事情？好，如果它转两格，它会转两格变七，七会变七，然后这个会往上转，会变二，然后这个也会跟着会变五。会变五，然后7 2 5，
然后一一七二五一 ，luck 啊啊啊啊啊 ！OK， 有了，有开了，开了，开了，开了 ，library 十五八八四九，十五八八四九，十五八八四九，没有，八八，你们都没有，没有，都没有啊？啊，怎么没有？怎么只有一个？怎么可能？没有，没有十五啊。十跟五。哦，靠北。五在这。啊，四九嘞？四九，四九。你看。关掉。Airlock connect to car license。好，这个我来，这个我来解。哦，这个是这个跟这个一起的。这哦。Water damage book are in the bookcase。Strong light。强力的三角光线。这是哪一个地图啊？这是十是从哪一张出来的？刚没有，就是 library。library 就是一起的，他们。我觉得这四个是一起的，因为它只是折射而已，它外面有任何数字。哦，我知道了，它射向它，然后会射光线出来，所以红色应该是在。因为你光线出来，然后它喷到上面去嘛。你是这个图是在哪里？是在上面有数字哎，等一下，上面有数字哎，十五七二二四九六九啦，还有个底线。九，这上面有九吗？有看起来像六又像九，这个吧，这个看起来像，这也是六，那是六。如果以底来算的话，三角亭上面，那都是六呢。所以这上面是不是任何，是不是这几张啊的提示？你说光线色，这是什么东西？那是不同颜色的棱镜，然后它如果是射到这上面的话，是不是应该会弹到上面来？嗯。弹到这 ，Water damage book 啊、，in the bookcase。为什么是 water damage book？ 就是它被水泡就坏掉了。哦、就是 oh。Make a super fall。这四个颜色就是这四个颜色啊，只是说它会射到这里吗？这种色？那、地图，世界地图。世界地图，所以这里还有一个锁，可是这一定解不开嘛，因为我们需要四个，对不对？所以这要等一下。那现在这个也没用到哎，世界地图。我们先看一下四，哦、不行，它是 lock 就不能看了。Airlock connect to color light sensor， 所以这个会控制在这个上面。那它的 book 上面有字吗？背后是什么？对啊，对啊，你看它背后是这个啊，你看它背后在这里啊。它的背后的这一块是不是这个？对啊。对啊，所以它是不是从中间射出来的？就是这个光线是不是射到这个灯穿出来的？我觉得不是，它是应该是临近一个 split up the light， 是它这个临近把光分成四个颜色。Water damage books are in the bookcase。把光分成四个颜色。感觉要 hint 哎，零一二二二三三，卡住了，大家都在卡。hint 一发 ，hint 一发吗？可是要谁几号的 hint？ 你要八八还是要？
这个19印的，我觉得10号吧，我也觉得10号，10号或是79，投10号，我刚刚是在想10号，好啊，10号，因为10号数字啊。For this number will be clear pointed out by the 什么？哦，他说这个会被这个指出来，有对啊，刚刚不是说了？啊，对啊，啊怎么指啊？我没看到指怎么指？是不是这样？他是有可能是对临近三角形，过去点，他的灯是不是在这啊？对。对，这样，对啊，这样不对的，说说，给他，给专业的来，别上去，这样吗？不对啊，这样，这怎么可能对？如果合得起来就厉害了。我这两个是来开这个门的，对啊。他这两，你看他就是这个照，他照到的数字刚好就是左边到右边。这样你看，绿色是八，是不是？啊，不是，就我看一下。那个第一个猜到的人，之后会看，之后接下来，有什么方法可以让他照到墙壁上，又把它弄成平面了？三角形的位置吗？我觉得跟三角形的位置有关呢。你说三角形的转的方向吗？对啊。你是说，假设说三角形？对不对啊？然后继续 hint 的你不要 be clearly point out by the lantern， 不要继续 hint， 都已经给你了，都已经告诉你这两张在一起就拼得出来了。那假设他这个游戏是给大众玩，那我们要玩，他不是给大众玩，我们就不用讲，不是给你玩的。你除了看鱼以外，你还会干嘛？你除了看鱼以外，好坏哦。我觉得会不会就直接两张叠在一起啊？它不用设计那么难、啊，叠不上啊。不是，我就是说，就是摆出来，然后看可以对到哪些三角形啊。懂我的意思吗？可是它光跟光这个用，就应该是有个用意的。好，那就是这样子过来吗？所以它光是这样过来啊。好，就这样子了。屁呀！干，这个差小啦。5237，绝对不是，但量很多都可以啊。这样也可以、啊。有几个九啊？这样吗？6533也可以啊。啊，不是5237啊，因为他还是要照他的那个从左边往右，黄绿红，黄蓝红绿，黄蓝红绿，黄蓝红绿就是。这样子没办法整张照到，可是这样子可以。那这个是书，这是没有，现在没有用的。可能要解完这个吧，书面上应该。对，这个感觉是这个锁开了以后，才后面才用得到。上面还没有其他东西啊？还是说只是三角形转方向而已？比如说，你看，这是你看，如果以这个方向去推的话，那这是正的，所以有没有是正的？哦，6648还是什么？然后这是有一点斜的，一正的六算正吗？它是正上。好，没关系。那假设是或是八，
有没有？八八八八八最正，八最正。这个是有一点往右偏的，七还是一？这七太偏了，偏我觉得是。如果这样，七跟一很像，一感觉跟黄色好像不像，可这两个角度跟就是一样啊。对啊，七一那这个感觉是七，这个感觉是二吧？这两个角度是一样啊，这两个角度是一样啊。角度，如果这样子做一样的话，还是说这放在这里？这样子，投影是还是投影是反过来的？什么意思？你说这样子？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对，既然都已经投影出来了，正的除了八还有什么？正的就八，所以我觉得六也有啊。六，可是这最正哎。六有点偏左。六有点偏左，你看它这个，它这个八其实也不是最正，有一点点斜，所以就刚好跟这有一点点斜，我觉得很像啊。嗯，所以不能，所以是八。八我觉得是对的啊。啊，你可是不一定是这样解，如果这样解的话，那一七这个一七都可以啊。对。所以跟可能不是角度。不是角度，然后你说这假设角度的话，这个绿色七二三二四，它下面还有字吗？没有，它后面没有任何东西，是什么东西啊？嗯剩十分钟，很明显是，好，没有，就这样就按了。十啊！啊 ？Hint， 你知道 Hint 吗？十嘛。对啊。继续十。这太难了，我们。哦，十嘛 ，OK 哦。很乱。You have already requested this hint. 没有下一个啊，下一个不是，还有 Hint 二跟。没有啊。没有，他就是，那你就是要用这一个吧，四九，四九啦，四九 ，hint 是哪一个 ？hint 啦，还有 already 的哦，哪有人家看过一次不给看的 ？We probably 对啊，你就看要不要，就是看要不要看 solution 啊，看看怎样，看答案啊，看哦，好看啊，看哦。他说要吗？确定哦。看啊，四二三五，干，他是直接给了，没有给 solution。对啊，就四二三五啊。好，我们又要有小帮手自己帮忙讲了。好，先四二三五先 key 啊。四二三五嘛，说。P 拿 P P 在那，在那。干，太难了，我就不信，这为什么看不出四二三五 ？J 七二，不用，不用丢哦。有啊，十四九八八哦，十四四九，这里四九八八在这，二七跟 J 七跟 J J， 我们卡，我们跳了一题，七，我很想看这个，我要留着玩啊、哦，等一下我们再留着回来解，嗯，这里还有 Nemo's Cabin， 这个没有了吗？这个是有嗎都有这些都有，是吧？七五三七五一没有三七五。五一，干就是地图，他不要再给我地图咯、都没有要砌东西呢。有啊，刚刚有砌我有一堆道具。这个是 Luck， 所以他现在用音乐锁。这怎么样？直接把它敲破吗？破掉玻璃就直接再把它敲破算了。哎，刚刚的数字哎，数字那张什么数字？这个的数字，没有丢吧？哪个数字？他没有说要丢啊。哦，他没有说要丢。哦，你说丢三七五一那个？刚刚那个有一堆三角形的那个。啊，没关系，你们继续。十啊，就是十啊。哦，对啊。他不用丢的。没有，没有，我只是要留着要看。
Wish out musical, scroll lay on the floor. 所以我们要弹吗？好啊，谁会？这什么东西？音乐题。这边有那个、欸，有什么东西？这个我看不到，这个我要看。为什么会有啊？音乐题我先看。怎么会有音乐题啦？看这怎么是颠倒的、啊？那它不是跟这个一样吗？不是啊，这个啊，我只是还没看而已啦，我看一下。Captain，、欸、怎么办？音乐题没人会啊？谁有乐理？谁会音乐？怎么会有音乐题啊？我前几天还去玩那个密室，才是一堆音乐题耶、欸！啊，这是什么？这是 First Trap， Boston， Manhattan。但这个字要查一下，这是真的地图哎、欸，我们要先找出地图才有办法找到那个，找出那个密码。Bolas， 他的密码是要，你要先找出地图才有办法找他的密码。正流器干，这傻小啊！正流器这个吧，然后呢？那我先看一下。哇，空气力学再加音乐，这个会吗？没有，这就是 F， 然后 E，F， 然后深海潜水器 F G A B C D E F。对啊，哆瑞咪发嗦拉西哆啊。那、啊啊、问题是要怎么对应过来啊？啊，你啊，我们要先知道他在弹什么吧？好，所以这个是高度表吗？没有，这是 mono meter。好。他是说正流器，深海潜水器是这个，看这个字超难的。他说就是深海潜水器，他说船长，深海潜水器的正流器坏掉了，我们下次到水面上的时候会那个修理它。然后他这里就是说教你怎么使用那个高度表，潜水艇的高度表，然后加一加二，然后加三这样。然后点点点，这是不是直接把它敲破啊？我也觉得敲破。你说这个、啊，五二，然后就说你淹死了要敲吗 ？You died. The game ends here. 要敲吗？触手进来，敲敲，干，触手进来，哎呦，触手丢掉，没有，这没有错，把二丢掉，没错。再敲，什么事都没发。再敲，五，再敲。再敲，八二，再敲，再八，再敲，敲啊！干，敲爆他，死掉了。Penalty， 别弄认真一点好不好？干，敲是你说的、欸，认真的好不好？敲是你说的、欸，我只有说第一下要敲，没有第二下你说再敲，你跟他讲再敲两个字。这个是怎样？就丢掉。First penalty， 哦，就按一下那个，还是要照他的规则啊。剩下一分半了，没要啊啦，还是上面有东西。为什么 这上面有东西吗？不可能吧，这种，欸，不一定耶，刚刚第一题就是看要看到后面的墙壁啊。B 这里有一个 B， 哪里？这里我看到一个 B 了。B 是不是？找一下有没有 B？ 哦，三一，有三一。B 跟三一。这里有三一，好啦，先找 B 跟三一。好小啊 ，B 跟三一在我这 ，B 三一。对啊，我就说啊，上啊还有，我、哦、又有氧气，氧气瓶，氧气有了，999，九九多少？9999，好棒！啊，Have me 哦，那再丢掉嘛，这用完就没有了。活了十分钟，三一就是看到它而已，就这样。干深海怪，再敲啊！敲六一，没得敲了，没有啦，它不是红色，它、哦、不能搭、啊。好想敲哦，该敲的时候。所以那个动作就是来浪费我们时间的。对，原来他这一把就是让梦雨拿在手上，然后就手贱去敲，有没有？哦，这已经拿完了。没有吗？你赶快解那个音乐题的、啊。看一下音乐题，怎么办呢、啊？音乐题，我也可以看。有那个
怪的数字啊。所以那差异是这样拉开的，都没有吗？三一在哪里？看这超难的，这也太难了。他到底要我们看这关？真的两个锁头的，我们就难成这样。那三个锁头的怎么办？我需要咖啡，你知道吗？下午了哦，开始想睡。请问有提供咖啡吗？可以外送。讲地点的好像也没有，也没有什么提示啊。这个提示也没有出来啊。还是这个跟这个，对。这个也没用到。这个呢，七到三七，现在已经不知道从何下手了，你知道吗？就是要看，哦、这个对啊，这个就是解这个锁的、啊，直接 answer， 还是按 hit， 再按 hit， 这个不用，这个先让我看一下，你们先看别的。不是，是我们现在要七五，七五就是地名的那种讲，不是啊，地名的七对啊 ，follow the course with the divide， 没有，按二楼。Do you want to do Never make land and remember that the last trip is shorter. 完全不对啊！他说到哪？他是一个航行的地点。对，他说不能登陆，然后要让 last trip is shorter. First trip.是 last trip， 所以我们要先找到目的地，然后画过去。所以目的地是什么？你要先找我们，它是航，我们要开到某个地方，然后我们要画最短的距离来延伸它的数字。所以我们的目标是，我们现在要开去哪里？对，我们要开去哪里？我们不知道，目前还不知道要开去哪边。GB， 所以是 GB CDE， 完全 FG， 哪边有说我们要开去哪里？还是一开始有说我们要开去哪里 ？CDE FG， 哎、欸，他的第一章哎、欸，哪个第一章？他的第一章一堆三角形、那個，不是解释那个，解释说我们被什么被海怪在路上被海怪追啊那个。A B G A B G A B， 哆瑞咪发嗦啦。哦，他可以看之前的提示啦。你看过提示，可以从这里再重看啦。啦啦，哪里？你怎么按的 ？Review 啦。OK OK。Review 啦，之前的提示可以再重看。我要看这个提示，要不要从这里下手？好啊，六啊，好像也不，现在连要从哪边下手都不知道。米发嗦米发咪瑞咪瑞瑞嗦。White mark. Follow the needle and each time you will find a number. 就是那个吧，刚刚那个。Place the card using the white mark.White mark， 讲刚刚那一题吧，我们不知道答案，他逼着给我们答案的那一题，不是吧？不是吗？他是说六五哎，我们现在解这个哎、欸。B F G A B White mark， 所以是 G， 如果是 G 开始，是 White mark。G 开始的话 ，G G B G F needle。G
具。And each time you will find 这个 needle white mark needle 四二四五四二四五。可是我们要找另外两张吧？二四五四，真的、哦、这么厉害？哎、欸，这个啦，二四五四。我姐也看哦，这拿来了，我这可以关了吗？这是那个啦，哦，连起来。我现在看哦，但是不能有，好好，我这可以关掉吗？好，关掉。因为我们现在，你说要这样子吗？是啊，扣的。干，会不？四五四，最短干。他说最短距离，所以我们要找。不是二四五四哦。他知道我们在打哪一个的 code 哦，因为我们现在就是到这一间，他一次只会看我们住哪里。对，那从我们是 first trip 是哪里？就不知道啊。我们他第一次是我们从哪里下水的啊？哎、欸，大，你刚刚看这个，我们是在哪里下水的？在那个伦敦是不是 tunnel 里面啊，他没有地点啊，他是说哦，林肯岛 ，Lincoln Island， 我不知道 Lincoln Island 在哪。没，要上网查一下 Lincoln Island 在哪？那美国人可能知道，真的，那就叫林肯岛 Lincoln Island。那林肯岛会不会是在美国啊？就是在美国，应该是在美国。那美国就在这边啊 ，Lincoln Island，Lincoln Island， 那是打中文的，林肯岛应该中文就叫林肯岛吧。White， 看大家都乱按。没有啊，这个之前看过了。没有大家，只有他。White mark， 看我真的，哎、欸，我跟你们讲这个好了，说不定你们知道我要怎么解啦。你讲。就是他这个上面有数字一到九、啊，然后呢，音符呢 ，C D。E F G A B 就是哆来咪发嗦拉西哆，然后就是它这里面就会有应该要给我们四个数字出来，然后对到这个音符对到这边，你懂我意思？只是我不知道它起始点是哪一个，因为你看它 G 在这里嘛 ，G 在这里上面唯一有 G 的就是这一个，这是 G， 然后所以我就以为是这一二三四，然后它换算成数字就是二四五四，但是它不是这四个，啊，可是这里又有一点，为什么你会觉得从 G 开始？因为这整首只有这里有 G， 然后它起始点它就是给你一个点在 G 的点，你懂我的意思吗？你懂我在讲什么？还是要看 Hint 七 ？Hint 七？对啊，看 Hint 七啊，要不要？看，我们又在没有，现在因为现在有三个锁，哎、欸，一个两个，哎、欸，一个人，对，有三个锁、欸。那我刚刚只按锁二四五四的话，那他怎么知道说我在开那个？不是啊，不是，他总共只会有一个，啊、他总共只会有一个，他其他通通都错了，所以这三个的不可能是一样的。对，这三个是不一样的。了解。他不用知道你哪一个，对，只要你按的这个就会变他吗？怎么可能 ？OK。要不要看 Hint 七啊？对，三个都得看嘛，不然看一下他，我现在没东西了。Hint 七看一下。对 ，Hint。没有，这个是量的那个距离，所以一定是量这。Okay. 他说量最短的，可是我们不知道林肯岛在哪里。To choose the right notes. 哦 ，book 啦 ，book 跟 book。To choose the right note， 那就音符嘛，选择正确的音符。Yeah, music 这一张 ，and one of the books from the bookcase， 说要从这一本里面选一个对的。哎，那是这个。它这上面好像有音乐的书，是不是啊？Moby Dick 是谁啊？干，他是历史上什么 有名的人吗？我查一下 ，Moby Dick 是谁 ？Moby Dick， 白鲸记小说，对 ，Moby Dick， 感觉跟这本有关吗？我看别本书，感觉不知道什么有关。嗯、Moby Dick， Great Expectations， 感觉跟 Great Expectation 没关。我知道他的 First Trip 从哪边开始的 ，North Cape。为什么？因为只有他没有号码。
合理。那个最短的最短，每一个都是最短的。你从这边开始找哪一个离它比较近，然后不能穿过陆地。那最短就是山啊。可是会有陆地啊，你看一下有没有陆地。不能有这个有陆地啊。他不是说不能经过陆地吗？这是五吗？对，那就是五了。OK， 好，那从五再来，五再来，最短的是四啊。OK， 好，五四啊，再来。我觉得是这个、欸，可是他就不能过去了，对不对 ？CD 六。对啊，如果你要碰到六，我觉得是一耶。对啊，问题是一再来嘞。一八。二不行，一没有办法到八。哦，五四一八，有可能。还是三五四一。三四一八嘞。三四不是你五一定比较近啊。我按了、哦，错了就那个。三五四一。等一下你为什么要按？你解释一下嘛。因为这里面这本书里面跟海洋有关的就只有 Moby Dick 啊。嗯。然后它是十五，所以它是从第十五个音符开始。嗯。然后十五如果是从第十五个音符开始的话，就是这一个，我数完以后是这一个，所以它就是一二三四。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嗯，那就是第一的话，它就是。欸，那一张表 D 的话嘛 D 在这里嘛，所以这里是 CD， 所以是66、欸，没有嘛，6啦，应该是说6，然后这个 G FG 62，反正就是这四个啊，62，然后同类六二四五，哎，确定吗？我来验算一次，你们继续想。没关系，我们不缺时间了，我们时间超多，到5点。这个应该是三，不可能玩三的，不可能玩到第三关了。你觉得三到不了？你是觉得他卡到陆地是？对啊，他还是他有什么？他刚刚是写什么？刚刚不是写说不能碰到陆地吗？前面这个倒数第二个才是15，你要看那个是这个啊，是不是？那不是这个，应该不是这个。所以、哦、是刚刚的 hint， 是刚刚的 hint 给的。所以这个是七五嘛？CD 66。不可以碰到陆地啊，然后最短的距离啊，66662。四6624，就这样吧，试试看6624。哪个？你要继续看吗？要关掉哦。没有，他那可以 review OK 的。好，拜，你再看吧，你看你的书，好痛苦啊，超痛苦的，你知道吗？两颗星怎么那么难啊？看两颗星的就超难，所以这个跟，看那还有一个五四一八，先试试看对吧？看啊，我不缺时间了，干九千个给你按，哎、欸，你按五四一九了啦，按九、欸，不缺时间呐，我们现在。还无敌了，五十一二三九六十六，太无敌了，不觉得？没有没有，三第一个是三五四一，我告诉你，你这个起始点到底对不对都不知道哎。可以用其他的方法吗？他有说我们要去哪里吗？没有，现在就是这，对，我觉得那应该在后面呢、啊。可能要先解其他的。好痛苦啊！十五跟这有什么关系啊？好，我们说我们有几个 luck， 这个 luck， 好，我们有三个 luck 啊，有几个提示？我刚刚数错，我再数一次。然后有几个提示？这个提示，然后这都不是提示了吗？这两个提示。我刚刚那个三零镜都还没解释完，三零镜真的还没。好痛苦的游戏啊，还是因为三零镜没解出来，所以我们不知道后面怎么解。不是，应该不是，他解百倍是可以啊，你要解，你给解啊。刚刚是什么？四二三五，就是。我记得第一个数字是四啊。不知道，反正解他刚解不出来都不算。我特别记第一个数字是四。是不是我们连一颗星都没有？不会吧？过又过不了。我没有给你，最少会给你一颗吧。没过就没有的、啊，没有分数哎、欸。那个黑点有意义吗？不知道。好，来音乐题 ，Let me see。音乐题。
干，这到底怎么解的啊？四二三五，看一下啊，他可以看之前的嘛，对不对？你们已经沉默了，你们已经溺死了，你们溺死很久了。是这个吧 ？Yes。没有啊，他可是我刚刚已经按过了，会不会又多一个？多一个什么？又加时间啊，已经没差了啦，多一时间早就爆了。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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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已经缺氧了。他自不要自暴自弃，不可以放弃希望啊！不要看。好，那等一下再看结果。Orange 好，那 OK， 然后我们这几张来。内鲁了，这连完两场好痛苦。没有，我们这几张的 tip 都给他按一按嘛。我们有几张？这张还有哪一张？这张不用了，这张还没到。这张跟这张。五五有按过吗？不然五啊，看五啊，看五他的那个。等一下，我先找一下隐藏物件好了吧。没有，就是没有。就没有了，已经氧气都被拿完了嘛。五。You mess in the four book。哦，四个书都要拿啦，然后嘞就没了。你必须要拿四本书。就是四本啊。好，这是四本书。哦、我知道了啦，他十五的那个音符。七十二，他就没到第七十二个。如果是，就代表四个音符的位置，代表你要拿四本书了。我们看一下，那四本书就是十五七二，没有，那你再看三啊，没有，有没有？有没有？有没有十五？没有，有没有七二？二没有，二一七二有啦，但是我觉得不是，但是应该不是哦。他是说如果，所以就是应该是有可能这四本书可以转换成四个音符的位置。哎、欸，我等一下有十五、七、二、二四跟二四跟九，这四本书都要打开啦。好妖啊！真的？干，难怪怎么解都解不开啊！以为是这样就可以解开了。对啦，它上面有数字就要拿啦，哦、对不对？只要有数字就要拿。对啊，没关系，打开打开打开，好了，啊是不是要五要丢掉？完全不想碰，你知道吗？没有啊，这是音符，你剪到一半啊。好肥，这样对吗？打开看，大家看一下，大家看一下。好，反正有这个就先 stop 一下，那个放下。放什么？放、哦。那就都是字啊，你们先解别的好了，因为都还是都要读过啊。他先读啦，他先一个字。难怪你都不要看。还看到那么多字又草写的，草写草写真的很难看哎、欸。所以五一是不会看习惯了可以了。五一是哎、欸，等一下，刚刚那一本这个留着，因为那有书名。五一十五十五的，先看书。这样我们说不定就知道目的地了。欸、对，他书名上面有目的地。这样我们说不定就知道了。你看他们说我们要去哪边？那我先研究一下这段英文。看这个，这个是这一个，这是说那个船的后是那个船，哎、欸，船壳啦，哎、欸，然后他是说电力发电的船壳的发电，他这上面就是那个发电顺序，然后第一个就是 increase 把那个电呢转到六点钟方向。然后接着再把氧气那个开启 release 或者泄氧气，然后再把强度转到三点钟方向，最后再把那个水平线调到六点钟方向。好，就是那个。等一下我们要操作的步骤。你们可以自己再看，你们先看，我看第二本七十二的，还没看完。干好多、哦！我看下一个，我看下一个。还有一本给我。啊，那个应该是音乐的。啊，那我先看音乐的好了。这是船的规格哎、欸。它这边有 first trip 哎、欸。We leave North Cape and。要到哪？没有，他说 North Cape。对啊，就 North Cape 没错啊。对啊 ，We leave North Cape。哦，那我知道这个人要怎么写。Want to test this ship on。船的规格。
就穿着反光。这东西到底是什么？这四个啊，这什么？这不是吗？五线谱哎，它只有四条，所以要找那个位置啊。对啊。改造的，对。它有两个红红点，有没有帮助？对，它什么没有。但是你看嘛，五线谱的话，它和线和线之间，它只是一个那个。它只是一个音而已，所以没有这个就是这第三个啊，因为平调平，所以这个是这个，对不对？嗯。然后这个的话就是凸起的这个，这个，这个，对不对？合理。这个就是这个嘛？这个是什么？合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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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理。这是哪一个？这是哪一个？那个。哦，平吊平，哦，对啊，这是这个。哦，那我知道，好，在你那边，在你那边，没有，这是转换的。对啊，就它就要转换了。然后这个就是这个啊。好。对不对？对。交给你了。这个比较麻烦，他好像在讲怎么开。那個、所以这些书都是有用，都是要解，难怪我们都解不了，书都没看，没看书啊！小时候叫你看书，要考试不看书，叫你念书不念书，叫你念书不念书啊！哎、欸，那转换表那一张有剪到这个，所以这本是什么书？穿的规格，这个是哆瑞咪，所以是咪。C D E 一是七 ，Speed 的话哦，所以它最多只能开到3000而已啊，所以它规格在那边最多，所以你不能开超过3000的啦。Hello， 你还可以晃那么远，所以最应该说最长吧，所以他说最长不能开超过3000的，因为它的规格这边啊，如果每本书都有用的话，对不对？那这个船最多可以开到3000公里，所以是开到这里吧？那这边呢？刚好。哦，是 D， 最后要去哪？应该是七吧。三，五四七，很合理是六啦。怎么看都是六，五四七六，看不管按了。C D E 七，耶，够了。对啊，五四七六，九二，九二。五四七，因为它的规格七七四五，因为它的规格是用好吗？等下没有九二九二，先拿九二嘛。九二九二九二，不在我这，我这边没有九二吗？因为它的这个规格上面写最长3000，所以你不能开超过3000啊。七二七九七五丢掉，不能开超过3000怎么解？因为这边有3000啊。然后这边规格是3000，它不能碰到陆地，那直线不能碰到。对，那因为它最长的开的距离是3000，然后它上面有一张书，七二那张书是写怎么开船。嗯。对，所以是就开到五啊，哎、欸，然后呢？然后再开到四，不能碰到陆地啊。对啊，五四，对啊，然后七，对啊，五四七，然后呢？最后一个嘞，六是用猜的啦，因为合理是开到那隔壁去啊，因为这里都有陆地，对，全部都有陆地，合理全部都有陆地，就没有，这全部都有四个点都有陆地，只有六没有。六在哪里？六在上面，东京，所以我们的目的地是东京。对，哦，好，所以几号丢掉？那我可以关掉了。等七五七二七五七九七二七五七二七二在哪里？七二在哪里？这本书吧。来，好另一张。哦，这个有点。所以你又找到一个了。找到一个。哦，我也开喽。五四。弹琴哦。所以有弹琴哦。所以有书是 OK 的。我们就是插那个书啊，那个书超重要的。七九啊，拿四个出来，丢掉，丢掉，这应该这三张应该都丢了。九嘞？九这个啊，都丢了。啊，那开了什么？五四在哪？五四哦，又开了一个这个，所以现在可以解这个了吧？对，还有哪个没解？就他，这个还要转？转针，他刚刚不是说要转吗？哪一张说要转？这个他说要怎么转？他说怎么转哦、喔？第一个先，我们先按照他上面排一下。M Y， 哎，是不是字都有出来吗？对啊，都有啊。刚好四张公司。他是说第一个是先把电力调到6点钟方向。好。
好，怎么调？啊，然后啊，继续。然后把氧气启动，开启，泄氧气。然后第三个是把强度调到三点钟方向。然后第四个是将那个什么水那个水平线，它不是讲水平线啦，就是线的那个 level 高度呢调到六点钟方向。好，不都不是。所以这个是这个吗？这个是这个，不太确定。没有按照他，先按照他的牌嘛。那还有这个哎，先按照他的牌嘛。哎，那这个也跟这个可能有关系啊。W Y， 你要先把 W Y 挑出来。W Y， 它 W 是倒的，所以说这样。然后 Y 是横的。然后 Z， 我要两个 Y 呢。它是不是两个 Y？ 哎，它有线，它有线，它有白线，它有白线，它有白线。W Y。这个是什么？然后 Z，W Y 是一个数字，然后 Z Y 是一个数字，就是四码嘛，对不对 ？Z Y， 这是 X 啊。对啊，没有啊。所以我们要先解这个数字。先解 W Y 是什么数字？是这样吗？那如果你这两边还有白线呢、啊？没有，就是对其他的、啊。要搞混你、啊。那是对其他的，例如 W X， 所以你就要组一个 W X。Oh, OK， 所以这个一二三四四码刚好。对啊。所以这是什么数字这样的吗？的意思吗？对啊。然后是要看指针。这个是不是指到三呐、啊？如果对着指针过去，哎，指到，这是指到哪？二一二。二跟一之间是吗？对啊，为什么这个位置？在这里啊，它指到这里，1.5 啊，差不多在1.5。如果是用这个过去的话，对吧、啊？感觉是二啦，是二吗？那我们看下一个 ZY， 会有那 Z 是这样 ，Y 是 Z 是这样，对 ，Z 是这样，然后 Y 啊，正的，对啊，然后指针指过去，要看指针了，就是，对啊。看指针呐、啊，等下，它指针是往那、啊、哦，还是往这边呢、啊？这样啊，五啊，五，二五，二五啊，二五 ，z 叉 ，z 叉，这样的吗？二，三呐、啊，二五。它这个是二跟三之间，所以应该是二吧？因为你看往下，所以像刚刚那一张指到的话，我觉得是一，不是二。二跟三之间，你说是三啊？一跟二之间没有，因为它是从上往下，所以。可是为什么是看指针？因为你看它是二点几啊，所以它就是二。没有，那这样就不对了。为什么你要看指针？那一点几，一点几出去？对啊，一点几是一啊。那为什么是看指针？对啊，为什么是看指针？说不定不是看指针啊。你哪来的想法？没有刚刚的 hint 啊。hint 啊，写 hint 是什么？哪里的 hint？ 哪一个的？这张吧。review 六五。哦，六五。他只有说只是如何放它。哦，第二个。Using the white mark 吗 ？Follow the needle and each time you find a number， 对吧、啊？对啊。跟着指针。就是要用白啊、白线对在一起，然后再看指针。对，然后再看指针，你懂。是说这个，你说这个假设是，等于是整套，你觉得二点多，所以你就哎、欸、没有，因为如果是这样子的话，这样不是二点多吗？对不对？说不定有可能啊，他们印的不够。W 叉 ，W 叉。八八。八。这好靠背哦。为什么是八？没
你要对到八，所以八是对的吗？不知道啊，没有八有八有中吗？不是啊，就是那四嘛。如果你这样真的照他这个对到最准的话，对到八，他对到八和九之间，对不对？他好像都会切起一个数字吧，看那个数字吧。哦，都会像这样切起，这样子是看八。对。哦，看到的字啊，应该是他，因为他好像刚好都会切起，所以要看到的字啊。哦，所以上面那个字才是对的。对，要看上面那个字。W-Y、你现在重看吗？来对正对正对正 ，Y 是 Y 是这个，对正对正对正，好好对正。你手右手多少？这里啊。一嘛，对，因为看到一，好一，对不对？最后是八。我们怎么接的、啊？他如果是从这边，不就是没有？对，刚刚我们都是，因为你从那样子接，刚刚我们都是 OK， 现在又 okay. 先看上面嘛，啊，等下不对就加一嘛。自己歪嘛，等一下一定会错，我有预感。不会，通常我的神来一笔就是会对了。神来一笔就是从下面看，从下面看。五，这就是五了，对，五。然后 Z 叉，看这一个小时，这怎么可能解得完？时间点内解完，可是这比密室还要难，好不好？他最多可以六个人，六个人一人解。对啊，每一个可能都不错啊！你以为？看这个六吗？这个话，你再拿起来看有对齐吗？没有，你的排对齐，差一点吧？对齐啊，差一点啊，斜视。真的是砍一半，五，我觉得是五。我觉得六都被盖光了。好，打，这样管。一五八，一定不对。一五八，第三码肯定是六。好，一五六是不是？一五六八，一五六八。好，再来。不是，现在时间已经都没关系了。二六六八，好，二六六九。好，再来。我就跟你玩，来，我们就破纪录。我换我来 ，W， 我觉得要用我刚刚的那种方式。下一个还有没有其他的？好，差他不两了。看，又是我做的那种精密动作，就剩这两张啊，这一张啦，各加一啦。哎、欸，我怎么找不到？这还没啦。不是，他不是说每个都要加一吗？我看一下、喔。不是，这个是要他要等上 W, 上浮到水面上才可以修啊。哦、oh, okay.。WY 有没有你们自己去解啊？没东西要解锁，就剩这个而已啊。你的六 hit 是什么、啊？我看一下 ，review 一下。他说對：“哎，梦雨换你记。”他说：“对齐白线，然后换你记指针走，第一个数字哦。”对哦 ，How to position is one of the C 梦雨。第一个数字是、欸，所以你刚刚有按二吗？有。第一个数字一，好。Chris 的看。然后 ，WY 我这有没有错啊？还没被翻过去耶。一五的 find the number， okay, okay. 所以刚刚应该没找到。然后接下来是 Y， 哎、欸。他是真的没办法玩完了、啊，他以他那个时间，那真的是神人。我这玩这个手机要先扣起来，你们都乱按，真的没有啊？你刚刚自暴自弃的、啊，你按最多了。我多贡献了大概20分钟。我觉得是五哎，这是五、啊，你说五啊，来啊，五。哎、欸，等等，你先停着，嗯，然后往下拉，拉到白线就出来了，白线，往后，手没对齐。这是多少？五啊，可能是五啊。他刚好指到五、啊，有人猜错了。你说用这个、喔？为什么是要用这个？不是啦，用那个太扯了啦。我觉得不是，没关系。我觉得你记一个备案，不是你 Michael 解完换你。那你记下面嘛，就顺便嘛。好，你第二个你往反正都要拉嘛，你往下拉一点嘛。不是，那为什么要用这一张啊？对啊，那你用其他张，每张都一样啊。每张都不一样，每张都一样，每张都不一样，每张都换一边就每张都不一样，每张都不一样，每张都不一样。对啊，你看这样就不对了。哦、好了，每张。我刚刚这一个讲完了嘛，五嘛，好，然后
没差，麦克用完就一人一次。然后 X， 他刚才一连按超多次。看谁雷？没有，这都听他的、啊。刚刚这三个都听他的、啊，我没有影片。哪三个 ？X、Z。刚刚那个不是听我的，刚刚那个你明明就说你说什么全部编右边，明明就是你的。好像是我有讲。对啊，干那个不干我的事好不好？什么都推给我。推脱，都给你推，都给你推。我要录影存证，都给你推。有录影啊。我刚才没说吧，我刚才是说要，我觉得整个对到才算，没有左边右边。看这这个，这指针设计的好烂。这个应该是二。好，你说二，干第三个二，干差不多，本来人家都五变二。啊？第三个不是二吗？你是什么？你看我没有放错吧 ？Z X。啊，你说二来。所以刚刚你又乱排、啊。我没有乱排啊，刚刚我都没有动、啊。刚刚刚不是我动了。好，再来 W 跟 X。我再确认一次，一人一次啊。对，那 W 跟 X。好。W 跟 X。W 跟 X。这个是 X， 有点搞混的。应该这样。但这个问题是谁出解出？没有，可是为什么要这么做？对不对？说的、啊，不是 Hint 说，我说上面有没有什么说为什么要这么做？没有。八，就这样。一五二八，一五二八，自己按，自己按，一五二八，哎，是按哪个？干，哎，换你了。没有，没有办法了，这什么意思啊？都不要干扰我，干每个人自己都一直讲，一直讲，然后说都我讲的。可是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啊？哦，好痛苦啊，这一场。帮我记，好，帮你记。帮我上厕所。为什么说？二。为什么桌上来那么多东西啊？这都不能丢的原因是什么？你还会看到东西吗？这太难了。五五，差在哪？三。三，我觉得我对了。刚才听你们那边嘴炮。八，二五三八，自己按。K， 你们自己在雷。他一直说，我从来到尾都没有讲，我都是听你们操作。前面就是你自己弄歪的，赶快 K 快点。不是，我都没有用，干解出来了啦，干叫大家安静，我慢慢操作就好了。按什么？他自己在那边摆板就对了。什么东西摆板？二五三八啦，这个啦。他摆起来就是了。对啦。哦。是不是我的量测方式是对的？是你乱摆。是不是量？是不是上面？是不是量上面？那为什么刚才我就对？我刚才我叫你们安静，都不要讲话，我用就对了。不是，我还是不太懂、啊、为什么刚刚没有，就一样的动作。嗯，然后呢？只是不知道谁摆乱摆而已。哦，还不是你就是他了啦。随便谁都我们都我们。我们来看看，一定是自己放反的，或是哎哥斯放反的。哇，很多都要丢。来一个一个来哦、喔，二九二九五四六五零二零九。我们多了五，这个二九二四五张六二九五四六五，然后嘞零二零九零二零九，没有零二没有零九，那不然它上面写什么？九二九九啦，九九九，这个也在雷，老花，谁在雷？谁在雷？问观众，零，这个他很快的零二零九也很厉害。你还说你在雷？那个雷，那个零那么小、啊，就你在雷啊！他硬成这样子，证据确凿，没得推脱了。
好四十四亿，四十四亿，四十四亿啊！好好笑，四亿四亿。我一直是这么快哦，还有一小时要解掉啊！没有，他是在加的。对啊对啊，我是说，时间啊、哦，我说五点啊，五点要走。一个 H 啊，然后这个什么？七十有氧气瓶，七十，七十啊，氧气瓶啊，七十的，找一下。七十张，好，这四，扣的44，好吧，扣的44，为什么那么快？因为有氧气瓶啊，找到了。哦。啊，它时间有变少了。有变少，有变少，有变少。这里来，回个 line， 这个啦，33342774，33343427742774，2774，嘿，哇，整条的呢，玩连连看，嗯，位置排一下，332774，其实是直的 ，Hello， 按照它这个排。我就算是他这个牌啊！哦，对啊，哦，对不起，没有，我想说你只有排一半。你排，没有，你操作，你操作。我想说你只有排一半，不是，你那是排到尾巴吧？不是，你错，这个要、啊、这个对这个，这四个这样子对，对，对啊，这样对好了吗？为什么这样算对到？哎、欸，不是，看到，因为按到他的位置哦。他这样对对到嘛，然后这个要。把它看要怎么对，要可以连得上的，你懂意思吗？然后不能让它的线短路。这样。没有了，过来一格。对对对对。对。哦。这样。好，然后那个叠上来。好，然后我们现在要做什么？现在要干嘛？就把它连过去，不是吗 ？Electric pen the browser of the shorter circle. Crystal. 然后要连什么？哦 ，Alpha Beta Theta Gamma， 所以是这个啦。Alpha 连到8 8 3 8 3 6 4。八三六四啊，然后要接什么？对，要接什么？就打。打8364干嘛？就打扣的吗？他没有锁头出来啊！没有锁头出来，你要扣他小啦。那这要干嘛？不是那有没有其他东西？刚刚怎么没有开？四一四十。四一。等一下，我想问一下，刚刚四一四十啊，四十上面，等一下，四十上面有东西啊，四十怎么没有看？刚刚那个指针开完就是开这三张出来，欸、没有开那个大的哦，然后大的有拿这个，大的就开这个，哦、所以40要干嘛？40要干嘛？没有40目前不知道干嘛，所以41 40 40是下面，41是右边，所以真的要不按看吗？好，那按啊。刚才是几啊？8364。你确定？不是吗？八，看看8364啊。啊，不对，要用那个，它应该是 machine 吧？ machine。好，你看看。machine 这个。8364。Not found。哦，所以就不是啊。machine 应该是。我去四一，你看我去四一。哦。可是它不是黄色的，它不是绿色的，好奇怪、哦。没有。那你直接扣我的8364干嘛？You lose 2 minutes。没有，是这张要干嘛的？这张就是个图啊，没有，我目前看不出来它干嘛的、啊。我们还有什么没有拿的 ？TLLEMASP。有没有这些数字？这上面有没有一些应该有一些数字吧？这本书要还没有要弃掉？不知道，可能没有弃到，或是里面有写，那就先，啊，那先放旁边好了。Hitch， 大大解释一下什么？那个下面那个，就没有任何意义啊。
a hatch， 一个通道。哦，会不会少拿、啊？刚刚就只拿这两张而已吗？刚刚就拿这张开 K 啊 ，K 就44亿啊。嘿，四十在哪？四十就这张啊，四亿就这张，这张就开这三，就这个啊。对，就没了、啊。T O L E M A S 70拿了，没氧气瓶。嗯，没有。还有没有别的？不是，你刚刚开这个，感觉这个会对到什么东西？它顺序应该也不是，就是这样对啊。我没有，我是说这个 sigma theta 这些东西啊，就没有东西对，就是对啊。所以说我们要先找它可以对到的东西。Hit 是一。Hit 啦。好靠腰。是一。他是说要把它盖出来。对，然后呢？然后这对这个数字的位置，它会帮助你。对，就是这样啊，就是重新建构它，然后 watch closely the number position， 就是看这些位置的，看这些位置的位置数字的位置，然后它可以帮助你。你不是我讲的吗？我没有少拿东西吗？应该没有，我才对。刚13.9581，这都很之前了吼。这很久了。还有看到什么数字？手上拍照一下 ，L。L。作弊一下。N V。L N V 来，我看一下，让我看看上面有什么字。Alpha Beta。会用到哪里啊 ？Alpha Beta。你这个是用过的哦，你等一下解的。那个要解，那个不可能跟这个。然后这个是刚刚的书，那四本书已经抽出来了，照理说应该不需要了。所以关键是在四十加三十，有没有七十？七十有，我记得我看过。加三十是什么概念？拿个敲爆他哦！他没有红的啊，没有红的啊。三一加三十，三一的没有，我们没有 plus 啊。它的说明里面是规定要 plus， 对啊，问号才有。马俊，我们现在没有，现在没有东西要解，你就解了不知道要干嘛。没有东西要解啊。解了不是，我们解完，排好了。还是跟这有关啦、啊，这个是都从头到尾都没用过、啊。就算它有关，我们不知道要 key 在哪里啊。啊，这个用掉了吗？是少拿一张什么东西？刚刚你不是丢太快了、啊，把东西都丢光。Altimeter 在哪里啊？水平器加一加二加三，然后加四，就是跟这个有关。不是跟这个有关啦、啊，加一加二加三加四。Altimeter meter 还没到啊，还没出现吗？对啊，还没出现。现在要干嘛？现在要干嘛？现在要干嘛？问你啊，主揪问主揪啊。哎，这都解过了。对啊。哦。我 hint 40好了，看看40不要冲啊小。The technical data of the 这个 should be useful。Think most the minus 减这个减、哦，所以它是两是一个数字减一个数字吗？嗯 ，minus 2什么意思？你在讲什么？听不懂。他说这个可以，这个可以解一个东西，我们可以把它打开，只是要怎么打开？哦，我懂你意思了。他是说是减号，用减号。他说把它当成减号。什么意思？当减号？左边那个当减号。左下角它那个不是有英文字吗？它中间不是有一个那个？它 T O L E 减 M A S P 这样吗？嗯。
就是这里啊，你可以自己看啊。好，那 T O A B C D E F G H I J K L M N O P Q R S T 20有那么难吗？问题是 T O L E 减 M A S P， 笔跟纸，算了，自己画，自己画，有啊有啊有啊，笔跟纸在这。不是啊，这个解排好，然后嘞，他说这个有 useful， 有 useful 在哪？你是把它硬排出来？没有。你是说这样子哦 ？T O L E 减 M A S P 这样子？对。就这个是这样吗？没有，他是说中间那个可以当减号，所以也不一定是像你写的这样减。所以这是一个数字，有可能。如果是数，你可以自己，你要不然你自己读一下。他说 technical data， 它不一定是指那个。哎、欸，弯道，弯道，不好意思，弯、道什么东西？按到 home 键，就是对，按到 home 键。MINUS， think about MINUS， MINUS 又是什么？减号哦。Minus 减，相减哦。Minus。哦，好痛苦。反正两星了。两星。没有了，我们就卡太久了。这个应该没过。没有，你每一关都会卡，现在还在卡。对啊。我说这个书啦，这书拿出来，我们刚刚音乐其实很好。音乐有机会。音乐其实很好解，只要有刚刚出那个音符，音乐很好解。音乐的那个四条的位置。然后那个路的啊，那个路的连接路的那个也 OK 啊。那就指针也 OK 啊，看这嘴巴讲 OK， 刚刚四人机组自己讲，那是你们就说你这是这样子，没有，我只有试了。我一开始就说他对到那个就是了，然后你就说他对到还要上去。你讲一下这个，不要讲那个，那就不知道啊。他就是说这要相减啊，我不知道怎么减啊。他干嘛？你那个都还没解，我看那个，我解这个。第一个数字是四，我一直记得。这个真的解都解不出来。干没时间了，先看答案了啦，先跳啊，跳题。好、哦。所以，因为他看答案还不会跟你讲为什么啊、哦。对啊，那我们就跳题吧。Would you want to do the solution？ 二十。靠背啊！二十，答案是二十。干二十，二十。哦，这个啦，哦来了啦、嗯，要解这个才能拿这个啦。这代表什么啊？对啊，你看。为什么是二十？所以为什么二十？等等，这个密码来。我也想要想一下为什么是二十。好，所以 luck 是多少 ？Theta 是六 ，Alpha 是八，六八四，三。九八啊，九八，这个应该不用。没有，你看他气什么、啊？没这个，这是、个、二，刚才那个啊，这个就是这个在二四啊，二四在哪？这个 啊，所以题目在答案在上面呐、啊。二四跟这个、啊，干这个啦 ，T O T O L E T O L 哦 ，Total Lens 是七十。减掉那个 max space 70减50，你内鲁嘞！叫你那认真看东西都在场上啊！干，垃圾！给你答案还要骂人家，自己想不出来的笨蛋，快点！还有什么？好，那就减掉了。一二三四五，还有一个什么七四？还有一本书，哎，书都解光了吗？四一，书还有一个，四一丢掉，这样就丢掉，好。开五，都在你手上了。我看一下，最后 A control panel，
monster will eat you in no time if you venture out. 那上面有没有隐藏数字？看一下。十一。没有，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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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我正在看。看起来没有哎。所以这个又是哪一个说明啊？就是这个跟这有关啊，这个四个阶段啊，它有这个字不是吗？不是这一个，我在哪里看到这个字？这个啦，颠倒了这个 damage， 巴菲什么时候 damage？ E O I L。哦。我要知道，我要知道。就这个字就是。哦，就是这个东西嘛。所以加一加二加三加四啊，它的用法就是加一加二加三啊。对，他问题是他从哪边加？没有，他只有说这个是坏掉了，可是他这个用法是用 altimeter， 不是这一个。对，他只有说这个东西坏了。啊，这个东西的 control panel 在这啊。就是这个的 control panel。对啊，它的 control panel 在这啊。它的这个我觉得这个跟这加一加二加三不太一样，我觉得它是另外一件东西。那这个呢？这个是电力的，会不会是電力？又要看 heat 了。他这个是讲电力，有讲电的啊，后啊，船身的电，要把电转到六，对啊，刚刚讲过嘛，转到六，然后开启空气，然后所以那是下一次，等一下的事情，说不定是之后。对，所以是应该是只有这个嘛。那一、这些都没了，是不是？不是，都有，都还在，都还没丢掉，对，都还没丢掉。我们现在就是一个走啦，现在应该这个都在场上一个走。他应该怕你看不到，所以赶快有个人在那边看有没有氧气瓶吧，我看。感觉这个要结束了。我们快逃走了。问题就是，其实我们已经死一百次了，真的是死一百次。我先看 hit 好了啦。我们要结束了是不是？应该有机会。我看 hit 好了，我看怎么办？要看几号？看那个上面那个哪一张？五五啊。五五啊。五五是不是？对，五五。Use it as of the count. Use it to. 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哪一个是哪个？是这个。哪一个是哪一个？这个是这个 panel 是要用这个。好，想也是，所以呢，转圈圈转到六，3017，为什么？他是要转六十度，转到六点，转到第一个是转到多少？转到六点，第一个转到六点就变三嘛，第二个转，第一个转到六点就变三啊，你往下转过去不是变三了？301啊，最后一个是不是也是转到六点？转六点不是转180吗？对，三零啊，这不管啊，就就零啊，3017这样，然后这个转转九十度，到三九十度。没有，他是说 adjust 把强度转到三，把强度调到三啦。英文应该是说讲中文调到三点钟方向。啊，最后一个呢？三点钟就九。没关系，那最后一个呢？最后一个也是把它加到六点钟。对啊，3017啊。30。那个一就不管了吗？30应该没错，30什么七？可是这个加到34，你这应该多少？你3017啊，对啊。啊，可以的。30，第二什么？叫我看这个 ，turn the letter and the, you will obtain number and the symbols. Then do the math. 对啦，就是他就叫你转这个啦。Turn the letters and you will 得到 number and the symbols.
increase adjust the intensity to 没有 do the mess 混合，我会不会是3037啊 ？No. Increase 是加 ，release 是减 ，adjust 啦 ，adjust 应该是减吧。Adjust 不是，它是调整的意思，不代表一定是减。对，但是他说要 do the math， 你就加跟减，不然你还要什么？乘。因为你本来是6，啊，调到3，不就是减3？然后呢？减一啦，然后再加7，就3-0减一加7。为什么是加啊？因为他说 increase。increase 三。啊，不是调到6吗？不可以12啊，因为你哦哦，不是、啊，因为它是零两个数字，九啦，3+7啦，减一啦，啊，九啦，是有没有9这个数字？什么意思？啊，我知道了，30-7。对，30-7，那刚刚是减啊。对啊，对，就刚刚一直在想三个数字，就是30-7啦，逃走喽，还没、啊，不是，把这三张纸55，有没有电力了？然后五 ，The Monster in Shock， 我在这里，我们让它整个船的那个外壳充满电，因为我们让它通电了、嗯，然后怪物被电到了，然后它就。跑走了，跑到海的深处。It's your only chance， 然后就是唯一机会，唯一机会可以逃走。91，嗯，可能要截一个干啥小了？感觉跟这有关啦、啊，就是那个，还没出现呢、啊。这个是乙美哦，就、哦、是刚刚。Ultimator， 对，然后嘞。每一个移动阶段加一加二加三这样子加上去，我觉得是这样哎、欸。T1 是不是就是这里啊？二，为什么又是 T2 5？为什么是 T2 5？没有，就缺口啊。哦，对，25。三，那就做一个什么？什么叫缺口？真的搞不懂你。缺口啊？他说高度。高度啊？就是他对上去，那没有，这就要上去了，不是吗？哎、欸。所以他在零再加4啊，所以这一个的话，你2的话，是不是要再加一变成3？第一个要吗？第一个不要。Each movement face。对啊，每一个 movement 这是第一个 face 嘛，1、2、3、4，第一个是要加一啊，你不是如果是2的话，2+1应该是3啊、嗯，然后你刚刚这是5嘛，5再加一，5再加2变 7， 然后这是3再加3 6，然后这是0再加，所以是4。哦 ，yes， 一星，我对了。有一半是你想的，然后因为他另外一个是说有加一二这样，没有我知道要加，啊、然后因为他浮上去了，所以就零要再加，我知道要加最后是。我是想说第一个 face 有没有要加？哦，来想这个啊，还是把它想出来、啊。这个他、欸、剩四张是这个 fail 哦，这是陷阱啊！他只是说你要，我们花了2小时又10分钟。没有，但是差不多1小时40分钟。然后锁乱解，解了锁乱解哦，因为时间有加出来。然后锁乱解让我们多花了，里面这130分里面是多了24分钟，是那样来的。然后死掉多6分钟 penalty 两次，所以我们有半小时是做错，是按出来的。hit 用了12次，根本就这个还没有那个啊。对啊，那个是看答案的。看我们连一颗星都没有、欸、我就跟你说，真的啊，就没星啊，就跟你说没星、啊。至少刚刚有一颗不错了。
刚刚有一颗真的不错、喔。好了，现在怎么办？完全没醒。现在怎么办？这个没有，我要看这个，他这不是可以进？好，收收收，就剩这三张了，不管了。现在真的没醒。是吗？他刚刚不是有讲是吗？有些痛苦。这游戏很痛苦，真的不玩了，不玩三阶，不玩三阶。现在也没时间啦，我跟你讲，现在玩三阶要玩八点，感觉以这个难度算下去的话，那我觉得就这么难，他那个难度跳好。不是三阶要找六个人玩，那我觉得跟人数没有关系。有人找六个梦，要找那个六个梦，找六个梦，一定会过。那你抄啊！刚那个指针那个，我就觉得你们都讲错了。我就说刚好听你们在那边闹，就莫名其妙变他弄。他错的时候就不会去点，然后别人就说哦，就别人错什么的。最好是啊，这答案就是4，我记得第一个数字是4。没有，你把 app 打开啊，看他答案多少。可是他已经 quit 了。没啥没啥，我们就没有，你先解，然后我来。按到那里哦、喔啊，哪里啊？英文是哪一个？这个、啊、美国。他不能看记录吗？这个真的超难的哎、欸。哎，没有，你选错了，你要先出去。这是第一 call， 你要右这边。对。黄色线哦。他几号？八十八，49了，是49。The door provides sequence， 就是它的顺序啊。对啊，对啊。干，那我要选不是？没有，你要看几张？88。你这边还一张啊，你没收到。你要掉光光，把这张卡放在这卡上面 ，keep shifting it until each beam of light perfect， 就是这样嘛、啊，然后转啊，转到可以刚好对到四个数字，好妖啊！对啊，就是这样，那就转。哎、欸，为什么是6215？感觉跟刚才不一样。打看看啊，6215给他打看看啊。哦，那他就差一个。哪一个？他要刚好都，那就再转、哦，再转，靠腰嘞！所以不是上面就，那一定是不是就不是左边就右边了，因为它是长的啦，对不对？基本答案在慢慢。不是，它是长的，那不是上面就是下面。435，对啊，435，对啊，我就记得是4是黄嘛，黄是4，黄对到4，黄对到4，往下拉。这里对，不是应该是这样吧。哦，对呀！我靠！所以这个我们看这个没有对这个一直误导你耶，这个难，这个谁知道、啊？这个真的超难的，这超难的。他如果画一个光在这里，我们可能就找得到。对，他如果这个东西画在这里，我们没有，因为平常没玩密室嘛，对不对？没有，对，那就对了，你们解不开是正常。没有这个太那个了啦，这个太了……你从一开始的那个 ESIT 我就知道你没有玩过了，没有，连那个教学都能够看错位就认了。不是，好，这个可以玩，干超难，我一定要去笑别人。看这个是超难的啊，你看，不敢开了，这个超难的，这开车给谁难过？不玩，下次说要玩那三阶。你要坐在旁边笑别人。